女团 Lovely 出身的李美珠，除了拥有女神美貌外，在综艺上的搞笑形象更是让许多网友印象深刻。想不到这几天，她竟然在 IG 上分享多张在台北旅游的照片，在台北信义区街头都留下许多身影，还分享吃牛肉面的美食照。个性有趣的她，甚至拍下了在台湾遇到同为综艺第六感班底的全昭敏代言广告照，并标记留言：“我看到姐姐了。”早在2018年就与队友智秀来过垦丁拍摄旅游节目，在台湾留下许多美好回忆。这次再度来台快闪旅游，让许多台湾网友都超级兴奋，留言欢迎他的到来。多少钱？啊？贵贵贵！哇！谢谢谢谢谢谢！漂亮！两个都很漂亮。No！拜拜，真的不是，谢谢。